大苗山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竹子。新采回的粉丹竹加工前要经过24小时纤维脱水。首先将竹皮开成1厘米宽的竹片，一年生的竹子柔软，竹皮光洁，细心包可分得6层，精细竹编化，只取最外面2层，第三、第四层用来编织分丝12根的普通竹编化，第五、第六层纤维粗，只能用来做灯笼和竹篮这样的立体编织。提花编织法又称经纬编织法，参照花稿，竹丝经纬叠加编织成花。用每根只有0.6毫米粗细的竹丝来编织这幅宽115厘米、高60厘米的画，按每天编织8至10个小时计算，每天最多能编织1厘米。在这1厘米高度的画幅里面有29440个交叉点，也就是说，在不出任何差错的情况下，为了完成1厘米高度的编织需要重复将近3万次运动。一编一织中智慧与匠心尽显无疑，造物给我们一双有温度的手，用来守护对记忆的坚守之心。